讲了，就是第一个大家都觉得说，哎，那个怒怒它的外观是什么颜色？红色，是不是就跟我们角色里面的怒怒长得很像？然后吃了以后就会喷火，就像角色里面一样是怒怒。然后还有呢，刚刚那个钟瑞有讲说，他觉得那个他吃到绿色的晶晶，因为。陈冠霖不喜欢吃绿色的蔬菜，不喜欢吃抹茶，所以他觉得那个吃的会晶晶，所以他觉得那个艳的，吃起来的感觉跟情绪的名称是很相符的。然后有没有人吃到乐乐，或是吃到悠悠？哎，好来，西元你说。乐乐太甜了一点。乐乐太甜，那你不喜欢巧克力，所以你觉得吃的会。太甜了，所以是太开心了，还是太开心了，是不是就吃了也会觉得很开心？来，你说。第二组那个晶晶，他们做的口味，因为那个一下甜一下酸的，很像晶晶。哦，第二组的口味一下甜一下酸，很像晶晶的，所以你们加了。你觉得哪种食物吃起来就会让你怒怒吗？不是哪一种食物让你来？你说，辣椒你吃起来会怎么样？想要喷火会怒怒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好。还有没有人来？芥蓝菜。芥蓝菜让你吃的会怎么样？想吐。所以是哪一种情绪？厌。哦，好，来那个，来你说。蒜头。蒜头，你觉得它吃起来是什么情绪？厌，哦，他讨厌吃蒜头，所以他觉得蒜头吃起来的情绪就是厌的感觉。那还有没有？来，这一组好像都没有。来，这一组有没有人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文？来，你觉得哪一种食物你吃起来跟那个情绪很像的？绿花椰菜是哪一种情绪？讨厌，所以绿花椰菜你吃起来也觉得像厌的这个情绪，对吧？好，来，谢谢。哦，好 ，OK。好，那其实，在刚刚小组大家一起吃的活动里面啊，你们老师有下去看每一组分配。那有的人是，比如说有的组别是说他的饼干是用抢的，那有的是像他们就说，他们觉得那个五个饼干，然后四个人分，他们一个每一个都分四块，所以大家都可以吃得到。那你们在分配过程中自己的情绪怎么样？比如说有的用抢的，那可能你想要吃这个口味吃不到，那你有什么样的情绪？或者说，我想要吃每一种都想要吃，可是我只能吃到一种而已。然后或者说你们在分配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情绪的变化，或是你想吃没有抢到啊，或者说大家都分得很好，你觉得你们这一组的感情很好啊？有没有人要发表？你在吃的分配的过程中。就是每一组的饼干花样都很大，所以感觉每次要吃一块的时候都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很好。对，那在分组，就是在这一盒只有五个，那你们有四个，你们怎么去分配这四个饼干？不，这五个饼干怎么去分配？还没有人要发表你们在分配的过程中的情绪变化。好，来你说，你们这一组是怎么分的？先跟大家。就是先一人拿一个，然后之后这留一个就自愿谁自己要拿。用自愿的，那你们一人拿一个，有没有说谁拿哪一个，谁先拿？没有，就是随机拿的，所以每个人在都同意用随机拿的方式去分这个饼干，所以都没有，就是情绪也没有，都是很开心很乐。好 ，OK， 很好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，老师没有看到大家在抢食的过程，就是大家都很就是表示大家的情绪都没有很怒啊，或是很悠悠，没有。抢不到自己的食物，所以大家的情绪管理都非常的好，那感情也都很好。那我们再来下一个部分呢？好，那我们就请建荣老师再来继续跟大家介绍下一个部分。好，下一个部分呢，我们吃了这么多的饼干之后啊，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，
为什么老师要请大家做情绪饼干？跟电影的关系啊，情绪是看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电影呢，把我们的大脑变成了五个具象化、视觉化的角色，而且甚至它用颜色让我们有更明显的感受，它们有什么不同？那电影是用视觉、用人物，那我们在课堂上呢，我们就用什么？味觉，没错，就用味觉来尝试。好，那电影的结局有人还记得吗？悠悠拯救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电影的结局。因为后来悠悠变成最重要的，所以悠悠打
哦，完了，运程不错啊，还会跟我们的前面的全垒打结合在一起。悠悠的一垒啊，所以其实啊，很多人都认为悠悠不好，甚至连悠悠自己他都觉得他不好。但是呢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你有没有这一种感受？你自己也没有像悠悠不受重视的感觉，那是什么心情啊？谁要分享一下？有没有？你可能在分组的时候啦，或是你在做什么活动的时候，你发现你也像悠悠一样，别人都觉得哦，你都不要来我们这一组。好，林依婷请说。好，站起来说啊，没关系，勇敢讲啊。还有害羞哈，请说什么时候？快一点。我上手铃声了，因为我学太快了，所以三年级的想要。哦，因为你学太好，他们觉得他有压力，希望你褪色。什么叫褪色？褪掉，褪色，离开社团。好了，我们给浩伟翔掌声鼓励。学太好。那你的心情是什么？不开心。不开心，很悠悠，对不对？好，给他掌声鼓励。哎，要分享忧伤的事情是很不容易的、哦。好，请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啦。请问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有没有这一种情绪，就是忧伤跟快乐事情其实是混合在一起的？没有。啊，你之后呢？没有吗？什么？好，现在老师请大家，好，给每一组一两分钟的时间讨论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也可以别种的，好，情绪混合的。有什么样的经验？有什么样的经验？这一题有点难哦。啊，就是我们要辨识我们的情绪是有混合、有变化的，有高低起伏的，有悲欢离合、酸甜苦辣的。比赛的经验呢、啊？考试的经验呢、啊？出去玩的经验呢、啊？你说我？你说我哭了？好，哪一次啊？哦，好，那你可以讲。好，你们那一组已经讨论完了，请举手。好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好，陈七八九，陈老师，现在陈老师请，准备好那一组来回答。好，刚刚那个第四组，那个江平义他们讨论了一个，他们想分享啊，江平义站起来跟大家说一下。然后我说好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张奇源，请说，好，请。他就从让他过世的时候，又伤又快乐，不都很？我没听清楚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说陈老师，陈老师在讲陈老师妈妈过世的那个经验，是不是？好。往好处想。往好处想，就是虽然这件事情是很忧伤，但是呢，往好处想，妈妈不用再吃这么多药哈，脱离。这个病痛，所以这一种情绪是很复杂。还有吗？分享很好，来好。马拉松或者是哦，非常好，来七八九。看老师。吴颖晨讲那么好，那个小演员还不注意看，小演员他说什么？你看。他说什么？我在。陈老师在出这一题的时候，就在想说有没有人会想到跑马拉松？好，请你说跑马拉松的经验。跑完马拉松的时候，有时候如果是第一名，可能就是很累，然后就很忧伤，然后就感觉很累。你第一名会忧伤？但是第一名又觉得怎么样？第一名又觉得很开心。可是如果是没有第一名的话，就是跑完之后虽然很伤心没拿到第一名，可是就是终于跑完了。哦，终于结束了。老师出这一题就想到林依婷。林依婷的那一次很不容易哦，她都一直不敢跑，不想跑，不愿意跑，甚至找很多理由最好不要跑，结果被老师半强迫参加了健康活力组。请问你跑完的感觉是什么？解脱。哦，解脱了，有一点乐乐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呢，老师要。
请每一组一位他。哦，可以啊，请说，三个情绪一起。你消费车的时候一开始觉得很好玩，但是后来觉得很恐怖，最后结束的时候觉得恐怖到想哭。恐怖到想哭。哎，华伟翔很不错哎，之前要举手发言都不敢讲话，对不对？今天表现非常好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。好，今天呢，最后一个问题呢，这个影片题有点难。好，我们班有三位同学。请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好，我们新雅同学来播。编数学考卷，好，小黑文这一次呢还可以，要加油哦。好，小美蛇考得不错哦。好，来，蝙蝠考得也不错哦。哎，小声。有时候我们话还没有想清楚就说出来啊，你就会发现很像讲话反而不能安慰人家，反而让人家更难过。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刚刚讲，我们要正面看待一些困难情绪的变化，我们要接受它之外，另外一个啊，我们如何正向的思考之余，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。现在请每一组呢找一位同学来拿你们的平板，刚刚那一位，好。好，请每一组呢开始来扫题目。他怎么扫？啊，扣扣。还要再扫一次的。哎，你要扫题目啊，题目才会进去啊。好，放上面大家才看得到哈。来一起讨论之后，把你们的觉得可以怎么处理的方式把它打进去。好，你觉得你可以有什么样的处理方式？话应该要怎么说，别人才会得到安慰，而不是你踩到人家的情绪地雷？哎，不要只有一个人在讲哦，要大家一起提供想法哦。好，蔡宗瑞不错哈，走过来这一边，这样反而看得见。全部打完之后，最后我要加一个，最后我要加两个。可以跟家长说，我要加两个。那我要。要可以跟家长说什么？哎，要跟家长说，跟爸妈说，说什么话，把它写出来。好。刚过来一点，大家都习惯。来，把握时间哦，把你们的想法言简意赅，写重点写上去。写完就可以送出。这组有讨论吗？好，可以一起写啊。好多人不错，站起来一起看啊。这是前面，你手写会比较快吗？好想送出来。
好，那有没有其他人在这边？来，还有30秒，你们可以多写一点。啊，你们可以写两点啊，可以写你们的想法，他的想法也可以啊。什么叫脏话？你可以写几点啊？脏话，偷偷不是脏话，偷偷是偷偷。那你就写那个，跟他分享心得，那什么心得？说清楚，讲明白。我也跟他分享痛苦，我就会讲啊。啊，分享痛苦哦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他意思是说分享说我以前考不好的时候怎么样。你有看到吗？这个是。送出的小组，可以了，快送了。啊，已经两组了。我帮你写完了吗？好了，就。下次再加油。打一些没用的东西。不是我。哎，好，那就送出。出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些留言，我们可以给他按赞。哎，好了，送出了。